悬疑问答。师傅之前开示过，小明心见性，念经占50%，渡人和命理调节也是等占50%。那请问师傅，如果对于想一世修成的同修来说的话，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比例？有的呀，是这样的呀。就是说念经还是占比较主要的一个部分，占百分之绝对是的。修心呀，修心占主要的位置呀，最重要的。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